新一开始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日暗时啊，是这圣诞夜，不过要出门过这圣诞节的民众，爱会记哩塔衫、扎雨帽、雨伞，因为今日日时啊，天气虽然袂歹，不过过头了后，这北部、东部会慢慢啊变作落雨的天气，暗时啊就开始变寒。气象局是，咱来听气象局安怎讲。预估今天一直持续到明天呢，是整个一个温度下降的过程，尤其在明天是大陆气团的强度，所以明天的最低温呢，应该是会出现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晚越低的这种现象。那下雨的部分还是会持续从北台湾到明天来看的话，可能扩展到中台湾，甚至到南部山区这一带。气象局是表示讲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下晡开始会变天。拜六礼拜，大陆冷气团加寒流小连续来，温度会一直落。气象局讲，若是这水气甲温度配合了好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，民众得当过一个白色圣诞节的滋味。礼拜二，这冷气团报道，全台气温可能只有10度以下，大家要注意。但要这拜二天气再慢慢啊变好。